你的剃刀账号值钱吗？来这个平台看一下，这个平台有所有市面上比较火的剃刀账号，并且有他们发布的一些视频可以做一些参考。数据分析平台 Didago 可以看一下比较热门的种草视频、热门的商品、热门的账号，点开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在排行榜比较出名的一些视频，可以做一些参考。环境检测的方法解决零播放的问题，打开这个网址，检测自己的 IP 账号，国外的视频下载登录这个平台，添加链接直接下载 over。